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最近啊，我在美国跟很多前中共的官员做了专访，那就有不少的粉红跟小草在 IG 还有 YouTube 上留言呛我说造假是吧？是请这个所谓的台湾省议员，或是我自己请来的这个中国人啊，对吧？但他是反贼，是反共，他是个托，是个假的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官员。当然，被质疑的最严重的就是这一位梅先生，这认识谁啊？根本没见过，找个台湾省议员随便说话，就是中国官员了，又给娃娃自嗨了，傻逼又请议员，怎么看都像美丽过的印第凡人民族，招揽给我们大陆，这口音听都是台湾省口音，好吧，我根本就没听过北京周报，倒要媒体吧，那推却也是装了，怎么我不缺就缺你，海女战士解放军了，笑话。都不如我们六脉神剑高级，我一回便轰动武林，但我已经隐退江湖，态度分了比我出手，你们试试，年底收回台湾，是吧？我在这边要跟大家道歉，对。我错了，接下来我就要秀出一些啊热心的网友提供的一些图片、一些照片来狠狠的打脸我。他绝对是台湾演员，他根本就不是前中共体制内的官员，一切都是造假造谣。比如说这张照片，就是他跟美国以前的总统老布希的合照，对吧？旁边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美国的官员，这绝对都是造假的，是吧？那下一张是什么呢？他出席了这个中美会谈，而跟他合照的这位女士是邓小平的女儿，是当时的中国科技部长邓楠，对吧？这肯定也是造假的。还有比如说第三张啊，这张是什么呢？他们这些中国官员团啊，跟中国外贸经济部长首次参加 WTO 与美国进行谈判，而那一次的中国代表是龙永图，对吧？这肯定都是假的，是吧？这全部都是我 P 图我合成的。还有这张是什么呢？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熊光凯一起参加的中美军事会谈，这肯定也都是假的。还有这张啊，他参加美国国院跟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哦 James 贝克一起合照。还有这个四个人的是什么？哎，不是四人帮，是当时叛逃到中国的前台湾十大杰出青年，后任世界银行行长林毅夫，他们那个时候去参加了世界银行年会的合照。那还有这张，这个女士是谁呢？哎，绝对不是什么电视剧那个所谓中国农村的少女，哎，不是这么简单，这个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，对吧？她是前中国对外协会的会长李小林，那李小林的丈夫是当时中国空军上将刘亚洲，那刘亚洲啊，也是近期被习近平给弄掉的一个重要军事将领之一。那这些都是我 P 图造谣的，都是这个造假的网友，热心的网友，认识这位官员的网友提供给我的啊，以此要来打烂我的脸。所以啊，他说的话肯定都是毫无依据的。那当然了，有些话在节目上是不能说的，他私底下跟我分享了非常多。如果你觉得我在 YouTube 上分享的影片已经毁你三观的话，那他跟我私底下讲的可能毁了你八关吧。这个真的是，我估计如果我没有接触中共议题，我没有接触与他面对面，还有看到一些资料，连我可能都不信，所以更不用说这些小草粉红们啊，原来中共是这个样子的，那新闻联播说什么爱党爱国是在说什么？对，虽然我知道中共有点坏，坏到这个程度啊，烂到这个程度啊，不可置信。当然了，他私底下也跟我说了，这个伟大圣上啊，以前啊在其他地方当官的英勇事迹，哎，平时啊有空回去北京的时候都干了啥事，非常的丢脸。好了，有空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今天啊，这个八九被打脸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记得订阅，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。哎，对了，记得把我这支影片多分享，让大家知道我错了，我又找了演员来打烂我自己的脸，好吗？我是八九，下次见，拜。